他比我大3岁，读完而且冬天在冬天节，来在歌厅，卡拉 OK 厅嘛，不弄得清楚了念嘛。来学生来，阿雪们念，我呢念不一，这才不会好，张北路嘞，来。老师啊，表妹那是阿姐，怎么样？哈哈，别玩，你们三比也表妹的。来，你问了你们的都啥意思啊？来，晚饭。晚饭，昨天和你一起唱，你一起唱歌，看哪里呢？晚饭，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？一个朋友是朋，什么朋？什么朋友是不是男朋友？不是，我同学最小的，昨天第一次讲。好，一边未来翻译，晚饭翻译，iPad 这边啊、哦。晚饭，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？晚饭没你干，你那的钱都是挖不多嘞。一个朋友的眼睛的呀。什么朋友白露的眼睛嘞？是不是男朋友？哇，要叫你的眼睛啦！不是，莫好捂的，我同学介绍的，俺也但我没设备啊。昨天第一次见，明天也把他妈弄对。哦，男朋友也叫你的眼睛嘛，那是 boyfriend 哈。来，第二个在宿舍扫码，来一点扫码来念。小兵，这个看，保证那女孩谢谢你，姐姐妈是有变鞋子，但那个人是我哥哥，你哥哥多大？25岁，他比我大3岁。来，请来这个sorry，请都带你来帮我翻译一下。在宿舍扫码，左边这个看报纸的女孩子是你姐姐吗？第八百个零三几年，米克里啊，你也慢慢啦。是右边写字的那个人是我哥哥，后边两百个写字是阿上姨，一你年。欢迎你的我爱的你读我啊？那哪爱个人？你读啊，那也够撇的。你哥哥多大？念过啊？不老，大不老嘞，25岁。那是俺的媳妇，她比我大3岁，比俺他懂得几耶。好，那个你可以来，在商店来念。在商店，今天的西瓜怎么买？三块五。卖，今天的西瓜怎么卖？3块5一斤，比昨天便宜些。是苹果也比昨天便宜一些。你来拿吧。你来点吧，你来点吧，就是说你拿尾巴哦，你就把目标了，来行吗？带商店。在商店速度快吗？今天的西瓜怎么买？今天PAD 不如要嘞，3块5一斤，得给如果都要拿些，比昨天便宜，明天才接得来，是苹果也比昨天便宜一些，你来点吧，好的，本地也嘞，你明天才奶奶不得来，你拿回包。好，那如果在学校，请来看侦探来念一下。在学校墙边说话的那个人就是我的汉语老师，你可能不认识他，是新来的汉语老师吗？是去年来的，他姓王，28岁，他比我们老师小2岁。好，下一位来，男士，你帮我翻译一下。在学校招麻，前面说话的那个人就是我的汉语老师。是不噶？是该表你的爱丽露啊？俺也丢啥家嘛？你可能不认识他。现在哪年都我们地老虎，是新来的汉语老师吗？对啦，也丢啥家嘛啦？是去年来的。后天们那个哪啊？他姓王，都没有个文，28岁。那些年，他比我们老师小2岁。
tua ngaruh siapa cek nenek nge Hả? Lại đây thì xin lại chú cô.昨天和王芳一起唱歌的老师谁？昨天和王芳一起唱歌的老师，一个朋友。好，第二题，请苏南大哥。左边看报纸的女孩子是谁？左边看报纸的女孩子是她的姐姐。来第三题，BB。他的哥哥25岁了，他多大了？他的哥哥25岁了，他22岁。好，第四题，sorry，出来一点呢？昨天的西瓜可能买多小多小枪？买，啊买，昨天的西瓜可能买多少枪？啊，昨天的西瓜可能买啊3块5一斤。第五题，请两道人批。王老师是新老师吗？不是，王老师，不是新老师，是去年来的。那位老师嘞，跟你说，你现在在泰国嘛？哈，泰国是不是在泰国？是老师。泰国嘛，就写份披露亚的陆家米了，都去了，对，就让你去考级。但是就是你念的是台湾 information 嘛，主要泰国嘛可以。如果的话，你泰国嘛，不是去沙漠去的，就去了出来了。那好，好，老师。那第12课，哦，我哈。我以为12好了，那我今天15了嘛，B 多了，放到别人睡来的，身体比我还是啊。窗是往床上窗，就是卧室的穿衣服啊。穿那么大围裙，妈咪爱冻开，不能被阿里妈穿冻了。衣服，裤子，裙子，穿鞋子。那老师大概了，把里妈冻了，不要开，不能。那窗老师不能不要得吧？在对比答案咯，would。那老师爱这里的穿的 would 啊，那穿的那么 solution，爱这里不来干嘛？你问这英语干啥的？你穿的衣服很漂亮，所以穿的那么把来的，哪来的？你问这喷那干啥的？你问这喷那啥的模糊呢？你问这喷那干啥的？所以喷那就是那么，所以你穿的鞋子很漂亮。那 what 那么 adjective 来的？那比方说你穿的很漂亮，那是老师把的咯，第二个的，你问这人哪的？所以。阿爸的皮带卡嘛，都要拿我爸来么？哎，这地方来么？阿爸的皮带卡嘛，拿来么？所以这两个要清楚。所以 would 呢？would 啊？would 所以老师拿嘛？拿嘛？就是都要得那个拿来的。阿个 would 要得，就是说都要得拿嘛？哎，这地方来的啊。那第一个例子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请来开声唱来，第一个来念一下。啊，你穿的衣服多少钱？哎，这个得了嘛？我们来的是衣服是吧？喽，now，所以你问的 ing 啊，how much 多少钱？how much 哈，你问的 ing 不老了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请来明白读么？他衣服穿得很好看。他衣服穿得很好看，所以都问的 ing 都都 ing 问查查很好看，记录高呢？都 ing 问查查。记录高呢，所以 adjective 来查的，因为好看是 adjective 嘛，adjective 搭配很棒嘛，所以他衣服穿得很好看，都 any 查查，演记录高呢。来第三个，请学生来看图蛋呢。他牛仔裤穿得很好看。牛仔裤是什么意思？穿着鸡毛的牛仔的鸡。
哦，裤子噶裤，薄米裤子的裤，牛仔意思说轻哦，所以他牛仔裤穿得很好看，都肩膀没过他啊，记录高呢，这是adjective like that 的，所以穿得很好看。来第三个，请来你看看。你写的中文很好看。没有写中文，你再念一次。你写的汉语很好看。是汉语，再念一次。这个不可以文还字。有，得有啥？汉字，汉字，再念一次。你写的汉字很好看。下一次不要忘记哦，你写的汉字很好看，写的不得那么巴来的哦，难来他的，你写的汉字，所以难来他也不如把它变咯。对，你写的汉字记录高呢。如果爱这个来也不如咯，你打数哟，把它变嘛。所以这个的呢打要清楚，因为那的的的那的的这样的耶，那的的比较难 adverb 来的 adverb，所以老师 just 给 three 嘛，老师那的的的呀，所以。HS 给关注嘛，那对我老师讲嘛，得查学习学票来查。OK，来少这边捏多捏多啊，太少了。哎呀，你的老师教那一部呢，一个少路我教会看的，好像对你们懂得教了，有咩一部呢？不知道为什么哈。来，老师这个学生来念一下，读清黑吗？我们班学生太少了。马路在马庄啦，捏龙的。啊，他那老师懂呢，内容的啊，内容的，哎呀，内的或者内容的不哈，还有咱嘛，学生很少了，我们没动物，这个哎，这个年龄我们他那都哪面的？这个上午我们班学生很少，如果教导老师不批评了，你很少都有那么乐态路呀啦，没有喏，太懂他了，乐态他了，所以这个要记得哈，所以我们班学生太少了，还有咱嘛，教导内容的。哦，那人太少了，六年六年，爸妈人太少了，来学生来一点早问，这最后一个，后院里人太少了。班长的嘛，六年六年，哦，这是少我和请多多用一下和学生晨晨这两个学生来念一下，都来一票位。你吃的饭太少了。哦，最上面还有最上面的第一个，饭太少了。饭太少了，他没内容的，所以你吃的饭太少了，你吃没啥啦？内容的，你啥也吃没啊？内容的意思说你吃没那边啥也录不了啊？你吃的饭太少了，来学生自己老师我教会记啊，少了不得了，因为老师发现真来嘛，张来这个少，哦少东西，很就是张来一样课在录看在，来如果。挂个国家牌啊，少或是太少，或是很少，再读破一下嘞。图书馆里人太少了。如果你人太少了，来送人拿走，请你。你买的苹果太少了。啊，你买的苹果太少了。OK，来，是你们呀？妻子呢？太太也呢？我都顶不了。那妻子是上午外面到哪？太太的上午这个表妈到哪？是你们呀？来，下雪，母语的怎么说？下雨，你咋来着？下雪，因为 snow 就是雪嘛，哈，所以下雪。来，学生这个来念一下，如果。我很喜欢看小说。啊，我喜欢看下雪啊！你家大国际啊啦在的，我很喜欢看下雪。下雨，老师这个讲过了，来学生输了一人呢、今天下大雨了。什么意思？啊，今天母啊都有嘞。啊，今天没得在外面玩，然后今天下大雨了，今天下大雨了，来起床，起床的哎呀，他的那这个叫那阿龙弟弟的，然后就是说你几点？你晚上几点睡着？你早上几点起床？打扰我们没完呢。来房间，
反正就是 account A 开，不是 A A 那嘛系的 account A 开。来，这个学生来念一下，来那个 B B。你家里有几个房间？我家里有三个房间。好，你家里有几个房间？你嘛看不能看细了。那我家里有三个房间，那房子是 A 带开。来，这个学生来念一下，那是我的。我有三间房子，我有三个房子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应白山姆破表了。我有三个家嘛，比如白山姆，那么应东龙写路表了。所以学生在 SUV AM 有表，我们可以说间。所以三间房子是应东龙路表了。有些人是老师还会说三个房子，略的股东家来讲喏。所以 SUV 真的我比较正式了，然后不比较 professional 啥的。我有三间房子，那么应东龙写也可以说我有三个房子。如果你觉得间也单纯，你觉得你们槟榔屋都看啥哎？不，我有三个房子，你可以来说哈。那么应东龙写，所以三个房子跟三个房间不一样，三个房间就是看东个，三个房子是应东龙啊。比方说，门头里买一点东西，员工买一点东西，当机买一点东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来，教室是啥等个？来，每天 every day 你是你的，所以你来露露把露露写哟。我每天都。所以你每天都会做什么？你来录录吧，录历史哟。这个老师讲呢，我一般录的好不呢？老师讲呢，来学生来念一下。等一下没挂过表嘛？难得来皮来。我录的好了，老师。这个。哦，我每天都用电脑上课、洗澡、吃饭、看书。啊，老师教你 grammar 方面，明白不？不喏，就是说大概啦 ，every comment 里边讲到啥叫 long， 没讲他的 you listen 没方里懂他啦。用电脑上课吧，然后国民党都没单着的，哈、啊，洗澡也出来，吃饭吃面啥的，看书啥拍的，就是大概重要表达来的。那我每天都要就用电脑上课、洗澡、吃饭、看书，那关键是你都没明白表露亚的喽，这是老师说的这个。那老师，我每天都喝茶和咖啡啊，你来，就是频率加到的，哎，表个飞到的所谓地方。来，老师，那个背书上到地板那种啥子的，所以我每天都写汉字。背日文啊，这是我做的啦。我每天都写汉字，老师你来汉字一点，还有背日文吧。然后讲到地他了，背书啥子的？那老师啥子的？基本上啥子有背书日文，我都没有书撇撇，背哪背 object 嘛哈。所以背日文，如果你来丢啥子的，我说背中文，我每天都背中文。没说你来 English 啥子的，我每天都背英文或是英语。OK， 那老师讲呢？那个拜佛，拜佛的老师皮亚是苦了，拜的老师卡罗也是苦了。佛是我们不知道把它皮亚不弄佛，所以我每天都拜佛，哪里来努力皮亚是苦了。所以这里有每天呢，懂他的多了，就是说你来没变么个努力去也要了，说一他的房里不，我每天都做什么？这个我们呢，你来不弄。那如果是我真的是每天都用电脑上课、洗脚、吃饭、看书，这个老师真的打吗？没骗你，努力去也要。还有我每天都喝茶和咖啡，那你来努力嘛？因为家到了不会到的。还有我每天都写汉字、背日文，所以你来努力嘛？过去真的打吗？没骗你，努力去也要的。每日搞哪来表露一下，没搞哪来表露一下。你能说路线？每天都没骗你，录下来录个吧咯。有连书，没有语言呢，就是东西呢。真的打龙啊 ，Facebook 嘛都，没那么灵啊，你不？你还提这些嘛嘛 ？Facebook 龙啊嘛，东皮保守的些举手，他操，龙啊，没那么灵，你是你龙呀？你呀，你龙啊 ，Facebook 嘛，东嘛，保守些举手，有没有？没有呢。那你看，你看，我说些，我有，我看下就行。Facebook。要你看你老妈看到多不便的，看见我们也露面，你看这出也是做 admin 拉下来，老师你还好吗嘞？先别拉不 admin 拉没有说，老师念你路嘞，表你路嘞，不说表了没，身上拉没嘛，基本上没维系了哈 ，admin 上没维系了，你房间里头说少表别这样哈，还有就是讲话。
เองอันนี้จำได้หรอมาสุดสาลิบาลีจูมีสาลูกค้าเดี๋ยวเขาจะว่าจะพูดภาษาโลกตีโลกยาเดี๋ยวไลฟ์มันมีถ้าสกี้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ไลฟ์มันมีจะว่าเสียมาอ๋อสุดสาย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เนี่ยยาเขาอังกฤษอังกฤษสาแดนอะไรแดนนี่ดีอ่ะอ๋อบิสเนสคลาสอาจารย์แดนเนี่ยสุดสายยันโลกยาเขาอยู่ที่นี่สุดสายอาจารย์หน้าจีมาเขาจำได้เนี่ยตัวมันพิจารณาอยู่ในชิมายาเนี่ยเขาเนี่ยมาเขาฟงเสียมีคู่ฟงเสียดีฟงเสียเนี่ยเนี่ยเขาอ่ะยันสาวเฟซบุ๊กอยากรู้เราบอกอาเมียวสุดรู้ว่าสิว่าแต่ว่ามาต้องพิจารณาเนาะอ่า所以每天都意思是说，国内来嘛，努力努力一下，也可以说我每天都上厕所。哎，咱们这地方嘛，我弄，你也应该得的，我你也也到的，这个都是其实我们可以说的哈。好，OK，来老师，请学生来说一下好了，来看一下你每天都会做什么。我每天早上都洗脸刷牙。特别啦，你没洗头啦，出差啥的，啊，没关系啦，哈，老不念谁难洗啊，不咯，来去都等你。我每天都用手机。完蛋，你说，你说，干了吧。老爸妈妈还没过年，还另外的没得啥嘛，来，难受我的。我每天都看电影、煮菜。有兴趣的，很吃的。啊，就是说，那我弄这一份三三那个，就来弄个哈，就是说讲那个啥讲？OK，来，明面读么？我每天都早上洗澡以后背书，所以我有考试。啊，我有考试，所以那你要说我。最近有考哦，我最近有考试，苦得老三没起的，所以我每天早上起床后，哦，我每天起床后都背书，你来他那啥子，所以 reason 是他，啊，你把路啥子的嘞？你不管啥么子，啥么起路啥子的，好得好，啥么起啥么子啦？所以我最近有考试，苦得老三没起的，对呀、啊、，reason 是嘛，咱们俩录掉的喏，所以那啥子的。他们会吸入，等于就那他们会吸耶，他在哪里来反着的？我们之前说，OK 哈，来老师，所以这里老师拜佛哈，缺氧老师这是 additional not knowledge 不，并不读 double，他们会拜那么薄哦，拜佛，培养是古人拜哦，我要拜拜了，我要去拜拜，我要去拜佛啊，老师说的行，我每天都拜佛，老师时间都没有限嘛，那请那么干的他，我呢其实老师开家来，你来挨你来拜的，早上挨一张，今天是早上比较有空，我本来拜嘛，我看那培养什么概念，还在培养学过来的，因为等那种那他们拜来哟，因为老师家里嘛，因为老师拜了，老师差不多明天才到家呀，所以老师你要拜那嘛阿罗哩，但比多一岁。嘛，一起来嘛，摆平，所以我不蛮努力去的压力的，啊，所以将来我就回来。你每天早上会做什么？每天早上，every morning，蛮大努力去的呀。早上每天都就是说会等你点嘛，努力去的呀。每天早上蛮大帮你嘛呗，努力去的呀。我老师我懂他了。来，学生这个来念一下，阿雪。我每天早上开电脑，上厕所，上厕洗所，脸，上厕所。上厕所洗脸，刷刷牙牙，洗手，刷牙，刷牙。刷牙洗早餐，一个还不会，哎，吃早餐，吃。吃早餐，喝咖啡，开始上课。开始上课。开始上课。喝咖啡么？我能喝水，and 蛋挞皮到没？喝咖啡，咖啡到这蛋挞的。那所以老师这个我们的 mind 嘛，录的好的给他了。所以讲到哦，我每天早上背书，那结束闭关。你们那时候生产哪一堆？哦，between 啊，since AM to 12 AM 嘛，我说 between 就是八六了，公路特别就路牙嘞。不只是一个，所以我每天早上老师没心情了，哎呀，我来看电脑，有时候把老师说关不了音盘呀嘞，开电脑。
哦，国民大会，比如说，因为所谓的任务的老师，虽然所谓任务差不多老师，这哪也挺厉害的，开下来哪一个厉害的啊？所以开店了，因为我说 attend 那片的所谓的所以他就远了，所以 SOV 的老师啊，没得磨练多，因为开店了就是国民大有和八万回来，老师国民大我就这里说啊，我骗他了，国民大下当路的那没修，没修。就是说，我们找 sleepy 他那些老师，sleepy 他了，爱看他了。那老师们来教我们找的学堂，那老师碰见的时候也跟别人碰见他了。所以，多啊，请的苦劳的老师那些请嘛都人你路样，老师所谓的人路样。所以需要先看电脑，所以跟我们找碰见我们说看电脑啊。所以我每天早上看电脑，并老师多比上厕所应当在这洗脸，并拿在这刷牙都带的比 breakfast 吃早餐喝咖啡，并开始上课，啥比如。啊，这样子的，所以开始的这边个啥比咯，上课这样子的，OK 哦。来，然后我早上这个学生来念一下好了，一 Q 为。我早前5点起床，然后我就公学去上课，9点开始上课，然后11点下课我回家。那个我学生写的吧，学生写的哈。没那俺那一的，哎呀他的嘞，啊不是我写的，因为没那俺那一的他真我没有5点起床的，这个学生写的。学生说，我晚上sorry，我早上5点起床，然后头脑都跟着先动了嘞，姐姐，我坐公车去上课，俺来刚是因为讲到这里嘞，比如他说九点开始上课，我那一下别站这里嘞，比如然后头脑的11点下课我回家，在这哪一站是没有我回家，那一边的嘞，那家长来讲到一点，老师一点好，来学生一点早喂，我早上。我早上6点起床，然后我准备早餐，吃完早餐，我去南农场。农场，我去农场了。这个是学生写的，他说他6点起床了，然后准备早餐，没得啥必须的，比如吃完早餐，没得啥啥必须。吃完早餐，没得啥啥必须。我去农场，农场是雷公亚龟，雷公亚龟，所以我去农场。好，那每天中午是你来的，every afternoon。所以你每天中午会做什么？你累得来把路里写的不？那这个老师写的，这个最上面老师写的，来学生来念一下，黑吗？我每天中午看 email，学习日文，我处理缅甸的工作。来，这里我们要知道处理是什么意思？处理的片线呢？好，所以老师这个，我每天中午看 email，老师你来拿 email 拍的。因为老师一面嘞，老师啥一面学，我弄都面那个啥呀，对，一面啥呀？所以我们第二路其实一面，所以老师一面老师电子邮件，一面老师一面就是我们比较奇怪，第二路我们懂英语就来懂了。我每天中午看一面学习日文，这边啥里来的？比我处理培训嘞，缅甸的工作上，缅甸毕业录取培训呀，因为老师就是缅甸嘛来录取呀，所以我处理缅甸的工作。好，这下面是学生的，老师不是我的。啊，学生标他了，来念一下，请 Kindle 暂停。我每天，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是休息时间，所以我边吃饭边看电影，然后我睡衣裳，起来后我开始上班。啊，早上用到几来 grow 吗？边发边放，老师让你录对不对？边发边把录音呢，把录的。所以他说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是休息时间，休息时间就是哪有的钱？都比如啊，你来你来的，上到哪一啊？你在哪一天啊？哪的钱呢？啊，所以也吵架。我边吃饭边看电影，他们啥有心机的，就哪的钱吗？哦，他们啥人呢？有心机的，比如然后的我睡一下，问一下房东他人家看他一点的，起来后，哎呀，他比如的，我开始上班，啥比如，哎，搂着的，这是学生的，来每天晚上，every night，你呀，来这个老师写的，这是老师的，哎，不是老师的，这学生的，不是我，来开侦探。我每天晚上6点开始上课，上到晚上1点，洗杯子、刷牙、洗脸，
然后开始准备明天要做的事情。我早上3点睡觉。这是我的呢。我每天晚上6点开始上课，俺娘来唱来操比登的的上到说了说上说的的到说踢，上到晚上1点在哪一踢的的的，娘在哪一踢的的的不？比如洗杯子，盘锅底洗的，因为老师倒茶的快递，老师洗的。比如刷牙多带一点，比洗脸面啊，对的。啊，你要不要一点多带牙的弄？然后开始准备啥？比如变身呢？每天要做的事情，那反正我们给啥留变身呢？比如我早上3点睡觉，没得动来嘛，哎的，因为老师就是说，你要闭多一路秒，我们那块老师把路我们的时候就变他的，那边老师是前面迷糊了，来不及，所以这是老师，所以老师其实你每天早上做什么，你每天中午做什么，你每天晚上做什么，啊老师讲的，心脏差不多，毕竟老师讲的第二次老师理解没？啊老师的时候是啥音比较对嘛？来早起说说他的。早起你别个说说他了，早上说的起啊起床也起，晚睡说晚到老家的睡个一点，老家嘛一点，所以我们有就是成语些，早睡早起身体好，说说一说说他啊，这么一讲呢，好、哦、早睡早起身体好，说说 A B 说说哎呀他啊，这么一讲呢，我们会说早睡早起身体好。好、哦、睡得也早呢，上白天嘛罢了，不是饱嘛，一点来说的一点。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学生来念一下，请来，你 KK。我睡得早起，我睡得也早。我睡得也早，今得他早。对啊，比较你啥拍的啥拍人，起得也早，起床的起，这东西咱们拍得多哦。先拍，我睡得也早，起得也早。我睡得也早，起得也早。电话不上声也，所以我睡得也早，说话 A 大来说的的，起得也早，他大来说的。所以这里有三个，睡早起，身体好，睡得也早，我睡得也早，起得也早。说说嘞 A 的，说说嘞他嘞，来上班去吧啦，再来点米饭。明天的太油吧啊，好，上班嘛，白班咱们别这么说了，再来点米饭吧。他明天的太油吧啊，来吃的饭的房子啊，不怎么样，不如妈妈的，怎么样就是不如嘞，对不对？不怎么样说不如妈妈的，比方说老师啊，没，哎，老师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不如妈妈的，有什么意思？没有什么啊，妈出去还没修，那不怎么样啊。那老师觉得，哎，老师长大有的地他没了，这天天视频嘛，不如没有那些用视频发声，觉得把出差很不对，那不怎么样啊，就是懂了。来做的老师，比如打吃的，日不得放。来零下这边个同样对比的，那度就是 degree 啊，老师零下10度，零下10度说同样也哦，是啊，就是哦，同样也哦，谁 degree 说 -10 degree 录，比如啊，零下10度，比方说 -8 degree 零下8度，-2 degree 零下2度，-1 degree 零下1度，零下20度。那我们台湾老师冬天很冷，可是没有到零下10度，我们台湾最冷。哎，可是我们台北吧，喏，台北、新北、桃园差不多，哎呀呀，一就是说啊，5、6度，minus 没下午喏。5、6度，5、6度是哪里超低的绿岛过去的？哪超低的绿？哎呀，我们台湾就是台北呢，新北桃园那可是山下的，当白的烟雨的哦，minus 零下10度、15度、20度体育的。哦，可是我都台北人，是就看他们西部没一部，你家人没明白，我都这边。然后台北吧，你妈妈习惯了，那比较亚的都烟，台湾嘛，那天露的水虎皮多，哎，不对，要大一点。你都要找那烟，本来那找那烟干了，就都把个零下，比方说每一个老师和还在你的时候，可能那让过错啊，然后个也嘛是啊，那就说都是说烟也罢了，都是不老体的，零下25度，零下30度，-20-25 的 T 啊老一啊，所以零下10度就是 minus，零下就是 minus。所以 -10 degree 零下10度，OK 了。进来的别个问题，请进，请坐。哦，问嘛，我呢，忙就是露面哎，我每天都好忙。
我每天都很忙，从看你家路路弄呀不？啊，老师说的是每天都很忙，忙不了你们听弄不了嘞，被弄呀要我们的，觉得很忙，每天都很忙，有空阿乐多啊，情绪多，来这个三个学生来念一下，请来，咩咩读么？我今天有空，我今天没有空。你今天有空吗？好，你今天我今天有空啊，今天啊嘞不？我今天没有空啊，今天嘛啊哦，你今天有空吗？你今天啊啦，都没有迷路呀？来，你这嘛哩，被你啊嘛 from 耶，location 耶嘛，来学生来念一下，那是我的。我家离图书馆很远。来，能不能比较具一下这个礼物价？爱应该啥子在那位嘞？是不是翻译过？哦，不是，对不起，自己造句一下，过完我再回啊。好，我的宿舍离大学很远。哦，我的宿舍离大学很远，就是上万里大学过五一的。好，来老师讲嘛，grand 妈妈老师点他，那么老师的嘛别名贴他的，一点呢有一点看啥的，一点得别个老师就是说，哎呀，不出的嘛，懂了？比方说这个，我想买一点，我想要一点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I want a little bit later，哦，俺奶奶录取呢，是吧？对呗？那比如说，俺奶奶啥子呢？老师不录表了，来批评俺奶奶啥子呢？我想歇一天。我想吃一点，俺奶奶到齐了，我想喝一点，啊，那都要一点一点，那么老师爸妈看爸妈是不是有哦这么虚荣，比我还比，那听嘛，哎，老师，俺啥子呢？谁看啥子？因为乡巴佬路线就是看啥子，可是乡巴佬那懂了哈，有点那么老师，哎，这地方这边来的，差不多来路苗，那啥呢？有一点那么，哎，这地方不来路呀，所以有一点就这，你。路比较远呀嘞，所以一点啊嘞，对不对？奶奶有一点啊嘞，奶奶可是有一点的吧咯，谁看啥子嘛，懂了？啊不，一点嘞，奶奶咯，可是一点让我把来都，把来，俺奶奶为着呢，我想买一点，俺奶奶路着呢，我想要一点，俺奶奶啥子呢，我想吃一点，就是都让我把来路没有，有一点来看啥子，都让我哎，这里边得叫把来呀嘛，来，那么这学生来念一下，输了也能让来。我今天有一。啊，那老师忙，我今天有一点忙，忙的 adjective busy 露面了。那老师露面了吧？不是老师谁看啥子露表啊？都你露面了没有？你把那送片来了，谁能送片来了？我今天露面了一点。好的好，谁看你看啥了？你呢？所以老师以为说谁看这，所以谁看啥子了？把老师往后那个两三万三两个 adjective 估计啊。我今天有一点忙，啊，就人家露面嘞，喏，比方说。张大，你爹妈妈报张大老师，今天印啥奶奶名嘞？今天印啥奶奶名嘞？名的张大爸咯，报生啥子哦？送人哪着？俺今天印啥奶奶名嘞？我今天印啥？啥作业9点9点名嘞？名嘞？这。都。我很好，我今天作业有一点多。哎，老师，多少名啊？你把路线看啥子都多少字的吧？哎，啥名也没描，你要把它送撇了咯。哎，啥名也没描，没把它送撇了。就是说，哎，啥名也没描，就是谁看啥子能送撇了？你看到没啊，你哎啥进来的？啊，今天哎啥名来着？就是谁个音调啊来发？所以就是多，所以今天。我今天作业有一点多，好，今天一早零零零来，那么点啥张学生来念一下，有个。我今天有点不舒服。我今天有一点不舒服，啊，零零零零，你录么刚不？所以不舒服就是你录么刚，你录刚的嘛。所以啊，我今天啊，所以我今天有一点不舒服，啊，零零零零，你录么刚不？所以有一点不舒服，所以看他讲话，好的好。
你录高音，录不高音是一个咪呢？看啥哩喏？来，学生阿雪来这个咳嗽，我今天有点咳嗽。咳嗽，嘛他能咳嗽的唱熟了。啊，今天奶奶唱熟你嘞，啊，今天奶奶唱熟你咳嗽，哦，我在咳嗽啊，唱熟你嘞，那是发音技法。我今天有一点咳嗽，啊，今天唱熟你，下面都不要看嘛，来动路牙嘞。唱熟啊，老师把老师看啥去了？啥样啥样了？啥人咯？唱熟还没说完，你把它抵押咯？谁敢抵押哩？然后俺唱熟嘞，唱不熟，没谁敢抵押哩咯？没人看那个窟窿了，啥人？没谁那边啥人？所以谁看啥子？来，下一位学生来，一九为这个二。我现在有一点饿。二是 hungry 傻佬呢？白傻佬没傻佬，傻佬哪把那啥咯？看啥子嘛？你谁敢抵押哩？毛裤大件哪件哩啊？哦，不是个代表你啊，你那个啥大几年，白个贵贵的，白啥的，俺也是个，哦，我那个，俺也今年嘛看啥的，我那个我弟弟的，我俺白啥的背包，好，所以有一点饿。来，老师，下一位一点啥位累？我现在有一点累。啊，今天你那边，啊，我现在今天么？我现在，啊，过年那边白点不？好，反正我今天有一点累，俺今天有点累，累是tired adjective 嘛哈，啊，我奶奶病慢点不？那这个病慢点是看啥子？为啥我说我今天是真的个人的，真的请你们阿姨，觉得我今天有一点累，俺今天的病慢呢，我们是看啥子？来，学生来那个，你听听来念，这个快，他走路有点快。有点快，这个念呢是看啥子？把路标了。看你屁屁小娃嘿，哎，都乱说那路面了呗。今天地点都看啥？我那个漏漏的，不是讲你穿表的哦。所以就是说，所以他走路有点快，都乱晓得。你呢？面呢？来下一个学生，黑吗？他走路有点慢。啊，慢啊，哦，慢，都乱晓得。你呢？你的，所以其实老师找到阿龙看一下哈，这个老师漏他的不的功能就来八分的咯，哎，就这分的，忙漏面多，不舒服，大张没许多，咳嗽长舌多，饿啥狼多，累频繁多，快面多，慢你多，多些，哎，就这分的哦。好，原是老师味道，来老师这个老师找到懂他了，你也不要问了，来学生可以读等你。全关黑瓦城有点远。阳光呢，蛮得那个有一点远，奶奶，为的，奶奶，为的，就是那说 please don't 来呗，为的么？为啥？看啥去了？好着呢？为的么？为啥？你也看啥去个地啊嘞？哦，你们妈你啊，阳光妈你啊，哦，阳光那蛮得哩为喂。哎呀，走，我爱看啥去个地段，哦，为来着，我脑壳漏漏的，把啥搞你头多嘞？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老师，我如果谁讲你，你看他比我欧阳哥不啦？欧阳哥不是好嘛？我如果弄讲你，我就臭比表啦。喏，然后，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别给咋为了咯。我如果一样里面，我一种看啥啦？来劲就是你多 HD 发嘛哈。来学生这个来念一下，看一下他。我交换公司有一点近。哎，那个你的年年你，所以这个老师讲的年年说的好东西，一点都聋哑了。不行哦，不可以！我家还有公司一点劲，不可以，一点让我来路怕来了，妈来不，妈来不，所以一点就是说，我说要出去嘛，要动路亚嘞，我想买一点饭，我想买一点饭亚拉苗了，所以我想买有一点饭动路亚了，不可以呢，饭里呢，饭里哎，就这么不，所以如果我想啊，他明天呢，我也进来一点啦，有一点啦。一点一点，那么老师把来路要表明老师 object 来路要嘞，now，不秒，我想买一点饭，所以我们不会说我想买有一点饭，不行，买一点点味精嘞，我想买一点水，啊，这点点味精嘞，我想买一点水果，now 你来路要嘞，adjective 来路要，哦，所以就是说 adjective 来得加包有一点，看啥子的，所以老师这个要。清楚，来，希望鸟类呢？
那老师交代的是什么标课吧的？老师那请 level 嘛八个的，老师交代一本嘛标的叫演技的。来，老师交代你哎，将来你哪个专业吧？为啥嘞？明明都没来这个。我希望我要当医生。啊，我希望俺妈咪来查了，我要当医生。俺想问漂不漂亮他嘞？啊，我要当医生。俺想问你要不要买了狗狗漂亮他嘞？来，学生难得的皮这个来念一下。我希望我的中文有进步。是我的，哦，你的，你们，啊，我觉得你们中，啊。我希望你们中文有进步。你那边有啥读的服务没有嘞呢？啊，这也是因为老师平常看没得没他了。老师真的希望你们中文有进步，有进步是真读的对不？所以你觉得你现在老师讲那边，哦，我现在我的中文有进步了，有进步是你用高那么高那边啊，莫夫，你也 professional 没有服，可是读的哪里录个表了？好，现在我的中文有进步了。现在我的中文有进步了。如果你觉得没有进步，那现在我的中文没有进步，没有进步就那么累，不要这样喽。所以我现在我的中文有进步了。好，学生这个来念一下。嗯，那是我的，我希望，我希望妈妈身体健康。我希望妈妈身体健康啊！每家蚂蚁搞不得。苗栗呢，所以过来苗栗这。来，老师问学生，你希望什么送人来着？你希望什么东西？什么事情？啊，过希望呢，还是目标？苗栗呢？我希望我找到男朋友，搞你要苗栗呢，也可以。咋吧，来表啊？我希望。他这是哪票？苗栗这边是有了，苗栗他哪里挂的？嗯，来了，苗栗这边是有了，在县里家了，都快了。啊，老师说了些，苗栗他问了，我希望，我的梦想成功，我也没得要你们苗栗那附近的，也没干嘛变难听的了，我也没干嘛变不了那么的，所以我希望我的梦想成功，我也没得，哎，变奥秘不转苗栗他，这是老师的希望。我希望我的耳朵正道。哦，你想，我希望啊，我要见到我的耳朵。我希望我要见到我的爱豆，我爱豆队伍，你爱豆是谁？没理由了哈，不读了，改了换了，你什么王一博是吗？哈，我老师给我。给不给不鼓励啊？啊，你愿意给不？啊，给不？我希望我要见到我的爱豆，我爱豆，你啊说鼓励啥等等啊？你六个巴拉等啊？鼓励啥等？鼓励多少下？哦，好，下一位 Hugo，你希望什么事情？我希望有一天跟家人一起去旅行。啊，真的吗？你咋子能记住多少秒嘞？那很好，来下一位苏乐姐的呢？你希望什么事情？我希望开我妈妈的车。嗯，我希望。开我妈妈的车。开我妈妈的亲，什么意思？老师哪么了？是俺们也搞毛奶我的苗奶呢，哦，切吃蘑菇呢？是。啊，那我们说，我希望吃，等会儿，我希望我能开我妈妈的车。哦，我妈妈的车，我希望我能开我妈妈的车。我没搞毛奶目标嘞呢，我希望我能开我妈妈的车，是不是不对？哦，我能开我妈妈的车。好，继续住的，住你住在哪里？或者你爸妈你啊，然后住就是你的，你的住的，为什么？Why？来，这个学生来念一下，送乐意的呢？谁做饭？谁做饭做得好？好，这个房呢，谁做饭做得好？不都吃的行啊？不都吃的。啊，不都吃的他们也讲嘞？谁做饭做得好？不都吃的他们也讲嘞？来，学生，下一位 PP 来。先写的写得好。
谁写字写得好？不都啥意思啊？刚来露面啊？来，那是我的。谁唱歌唱得好？啊，谁唱的歌唱得好，不都清楚了？刚来录表，所以你啥张都叫别人打把的得理查哈。来找啥谱的？所以老师找的为啥谱的？就是说我们可以找番子，印下录下来。比如说你印下没，或者印尾没，印下了找番子。那找新的番子，印对下来，新的番子是印的，找新的番子哦。我想找新的番子。找我嘛，老师说找钱，不是那就来看嘛，不是啥了工作，不是啥了吧咯，赚钱。不是俺那路里边呀嘞，找钱，找钱，不是俺嘞。我们还没放那么大批东西嘞，比方说难得的皮，你们什么呀？都有走不路标么咯？你还没找钱？所以我们一般不是俺的还没那东西嘞，你还没找钱，你们什么俺的？所以找不是俺那对比较差哈的嘛，怎么样？老师说必须下铺的路标路呀，可是不是那对，不是俺的路把大标么？来这个。我还没找钱，所以你还没找钱，你不是买啊？对，无所谓公路，懂得起。来，我们这个老师并没有回来。你每天早上做什么？你每天晚上做什么？来，老师讲了，你那边的老师在准备吗？来，大家考虑一下。每天早上，每天中午，每天晚上，那边的身上啥？好，大家身上可以拿的赶紧比较认真了哈。来，阿雪，你每天早上做什么？我每天早上洗澡、洗脸，看衣服。好，EPOY，你每天中午做什么？
แล้วอยู่กูลูกได้หากูอยู่อ่ะเวลากูลูกดำเปียวลูกดำเปียวงานลูกดำเปียวมาดำตัวมาเลยอ๋อ每天中午12点到1点看脸书，然后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以后看一些上班。นี่อ่ะงาสาวๆเปียวเนี่ยจุ้งเนี่ยตัวรู้ป่ะงาสาวไปแท้ฮะเนี่ยหลังอีเดียนสาวเวนี่每天晚上做什么我每天晚上9点就吃早饭，准备去我的工作。好，下一位黑马，你每天早上做什么？我每天早上7点起床，然后洗脸、牙齿、刷牙，洗脸、刷牙、洗澡，然后拜佛，9点到12点念书。念书好，听都大年，你每天中午做什么？我每天中午11点到1点是休息的时候，然后我做工作，然后5点我下班。好，我休息时候嘛，我休息时间。哦，我休息时间哪点钱？哦，我休息时间。好，下一位，请康森泰，你每天晚上做什么？我每天晚上6点吃晚餐，然后跟我妹妹一起玩游戏，然后拜佛，还要玩然游后戏？睡觉。那等等，你还有时间玩游戏？我跟你说，我阿弟说，那昨天打开我们了，老是在变了。我说我跟阿等等，跟个找我亲戚说，expert 厉害，好。明明怎么？你每天早上做什么？我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去学校学习。睡觉以后冇包你嘞，我早上多嘛，起床以后吧，你嘞 A B 呢？起床以后，学校起床以后，西校西藏以后哦，的，洗澡，洗澡以后这样以，OK。后学校学习九点到12点工作，上班，下班。好，哎，大家老师哈，多多练习哈。来，老师要听写，write 第一嘛，来听写。早上要擦两公杯茶哈。嫩嫩的，嫩嫩的，嫩嫩的。老师问阿泰三年级的，老师问阿泰三年级的，老师问阿泰三年级的，มาเปียมาแล้วตีอยู่จริ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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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อ
Pues a, pues a, pues a, pues a，他们家环境不错，他们家。环境不错，他们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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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环境不错。老师，可能我来教我的老师，我他们们变不了家，地主。他们你们变不了得有地名，不会啥，不会啥，不会啥病。他们家环境不错，他们家环境不错。B 段音，我走路去超市买水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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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走路去超市。买水果，打算，打算。打算，打算，啊，busy 嘞，姐呢？啊，bus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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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，姐呢？啊，我 busy 嘞，睡呗吧。啊，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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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usy 嘞，睡呗吧。性别的，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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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性别的。Model 三个 auto，Model 三个 auto，Model 三个 auto。老板哪一？老板哪一？老板哪一？谁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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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
老师不要让买呢，老师不要让买呢，老师不要让买呢。恁都不读机嘞？恁都不读机嘞？恁都不读机嘞？恁没有个爸嘞？恁没有个爸嘞？你没有个爸嘞？你没有个爸嘞？谁报的？谁报的？